我是大一新鲜人阿正，今天是我来到世新大学的第一天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令人期待的事。厉害的老师吗？说到我们系上的老师啊，那厉害的可多了，我慢慢讲给你听啊。好。橙色女杀手萧丽玲，疫苗解答逻辑王施朝正，橙色自霸陈怡章。大数据分析家刘玉金，资管酷酷瑶吴瑞瑶，演算小天王刘佳杰，资管诸葛亮陈玉亮，无线网路达人许志顺，色彩学女王罗梅君。哇，原来系上的老师都这么厉害啊！这你现在才知道，然后我再慢慢跟你说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去教室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老师。好，这里就是教室。对对对，学生不会好，赶快找个位置坐好。好，都准备了吗？试听，他就录到来公。好，来，今天是大家进到大学的第一天啊，所以恭喜大家要开始新的生活。那大家对学校还熟不熟悉？熟悉。这么快没有这么熟悉啊？熟悉。对大家进来呢，能够越早熟悉大学的生活啊，对大家未来的学习会更有帮助。不好意思，老师可以跟你借一下时间宣传系队吗？哦，好，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欢迎加入资管系篮。不管你们会不会打篮球，都希望你们可以来体验看看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团体生活哈，好吧，那接着我们就继续进行我们的班会啊。你知道今天有资管学术研讨会吗？真的吗？在哪里啊？对啊，在12楼。那我们一起去看。好啊，走，我们快点去。快。世新大学资讯管理学系学生学术研讨会，
旨在提供学生发表创作及研究成果的机制，也希望借此提升本系学生研究的风气。研讨会活动目标，为了提升本系学生研究的风气，以及为学生创造多元化的学习机会，借由论文发表学生经验传承给参与活动之学弟妹。文本外的介绍也是有提到，那你刚刚觉得研讨会怎么样？我觉得研讨会真的超棒的，就是好想跟他们学习哦，希望我以后的未来毕业的时候也可以跟他们一样这么厉害，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？啊，你神圣吧你。大学生活应该多彩多姿，不只可以参加系队，还可以参加各种有趣的社团呢。前面那边好像有社团，不错哦。看啊，看有没有飞扬。好，好，然后什么问题啊？嘿，嘿，嘿，先生，先生，你好，我们是街头音乐社，听到 party 的声音。If you want to party, you party all day, all night. If you want to party, this is the better place you never hate. It's street music club. I need you, bro.对，我会去考虑看看。哎，同学，要不要加入吉他社？如果加入了，这把就送你哦，还可以交女朋友哎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哎，多好，心动啊！心动，心动，心动，不赶快行动啊！快点啊！我们再考虑一下，对，我们再来考虑一下。我们社服团的，我跟你讲，参加社服非常好玩。你喜欢小朋友，我一定知道。看你们脸就是喜欢小朋友的，对不对？你家好多小朋友，对啊，高中你都是小朋友。你们暑假参加了一场的，同学。哇，你太正了吧！哇，可以！阿正，你走！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阿正，你干嘛？我认不到的啦！我一定要追到他！别傻了啦！他现在也不可能了。可以认识吗？可是我不喜欢合同啊。等我一下。阿正，我们找你，找你。这样子我可以吗？爱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的爱情怎么样？真的吗？我也是，那我们一起去吧。你们干嘛走起来？还要我拍吗？我们要参加跨领域特色学程。没问题，让我来帮你们介绍资管系的特色学程吧。学分学程课程介绍。产业电子化学程，培养网际网络时代资讯化社会所需要的电子化人才，配合商业智慧、知识管理、顾客关系管理的课程。企业资源规划学程，培养企业一化所需的企业资源规划专业人才，开设企业概论、企业资源规划及企业资源规划实务的课程。智慧生活科技应用学程，培育智慧生活产业相关的整合性科技人才，配合教育部人才培育计划。行动媒体科技应用学程，主要培养新世代行动媒体人才，开设电脑网络、云端运算、行动装置、程式设计课程。显示科技学程，培养专精于显示科技的人才，开设电视视觉与摄影、多媒体色彩科技与应用、多媒体色彩管理与智慧照明课程。谢谢秘书。
哇，世新资管的课程真是多元化。我肚子好饿哦。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好啊。走吧。景美观光商圈，临近捷运景美站，是世新大学学生闲暇之余的好去处。附近机能十足，有卖场，有美食街，有剧场，有百货公司，真是方便啊！涵涵和阿正一起讨论今天听到特色学程的内容，聊着聊着，饿了吗？我有点饿，那我们去吃微笑探讨跟那个神经包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走吧。这些回忆都唱成歌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。你所不知的世新资管系。那为什么来读世新资管呢？哦，因为我们世新大学距离台北车站只有15分钟的捷运车程，交通方便，而且打工的机会很多。还有呢，世新管理学院大楼非常气派，而且设备新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世新校风开放，同学们可以另外选修传播媒体等相关课程，
还有呢，我们世新资管设有产业电子化、智慧生活科技等五大学分学程。另外我们管理学院还有财经数据学程，同学们可以依自己的性向及就业上的考量，选读一到多个学分学程，强化自己本身的就业条件。总之，世新资管欢迎同学们的加入，谢谢。请问一下老师，读世新资管跟读别的学校有什么差别？那优势在哪里？世新资管我们有设资管组、网络组还有资科组，那这三组我们有一些基础的这个教育训练，比如说我们教技概，教同学的基础电脑这个课程，还有我们会教同学这一个程式设计、系统分析，那甚至我们还有这个游戏类的这些基础的训练。那中阶一点的这一个课程呢，大概就是行动装置的开发、 APP、 智慧家屋。那我们前一阵子学校也采购了空拍机、 3D 列印等等这一些比较新式的科技，那这个主要都是跟着时代的进步在走，所以我们的课程很弹性，会跟着资讯科技在这个调整。那进阶一点的话，我们有教同学这一个资料库的这一个程式设计啊，资讯系统，像 ERP、SCM， 甚至商业智慧啊，那现在很夯的这一个大数据、云端的分析，这个都是我们会教同学这一些技能的。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资管系的同学哈，有别于其他学校，就是我们有特别规划的专题制作。那同学借由专题制作可以学基础的这一个应用程式的开发，还有团队合作。那经过这个指导老师经过筛选题目，然后同学努力的做了一年，我们有小论文的发表，还有这一个毕业展啊，那这些都是在训练同学可以完成这些资讯科技的基础设计。那最后我们这个毕业的同学呢，好，我们可以有这一个，应该说一毕业同学马上就可以很顺利的进入职场工作。所以我们世新大学的资管系有别于其他系，因为我们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一些课程，所以对于新兴学子的同学们，我们希望你加入世新的这个资管，谢谢。伤心，因为你是你，我最爱的那个你，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。一部好电影，没有你没有记忆，想要见到你，永远不会来不及。只要我想你，中间不会有距离，世界上只有我最想你，我的心想到你跳不停。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。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带我旅行全世界可不可以。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。好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真的快等不及，我的心都给你。我想要听在说话的声音，一直在想你，就算别人不相信，不停看手机，因为等待那个你，世界上只有我最想你。整个人红着脸笑不停，我想大声地说我喜欢你，无论你身在何处我也要去。我想大声喜欢你，带我旅行全世界可不可以。我想大声
想大声地说，我喜欢你。